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在秋白菊秋丹1899年1月29日到1935年6月18日生于江苏常州，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理论家和宣传家，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。